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戴牙套的马术。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玩一款我新的玩具，就是赞赞。我穿的一身就是有关系的超级蜘蛛侠战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拆开来看一下吧。赞赞赞！我先拿开，先拿出来，我们看到这是蜘蛛侠战车。然后还有一个无线的遥控器，然后还有佩戴一个充电器，非常方便的一个 USB 插口。好的，那么我现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辆超级战车的一个功能。首先它有两种模式，第一种模式和普通的赛车咻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先看看下面的开关，这里有一个 off on，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爬山模式，待会告诉你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第二，哦，那是爬山模式。再看到 on，OK，、okay、好的，充电器放一边。那我们的无线遥控器也是先打开 ，off top on， 能看到这个红色灯着了之后，就是等于开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往上按的话就是前进，试一下。哇哇，退后，往下按，退后，呜，是不是超神奇？哎呀，开玩笑，一点都不神奇，因为它跟一样的，因为它跟平时的赛车一模一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左边是什么呢？左，哇哦，原地打转哦。往右 ，stop， 往右，也是一样，往右边打转 ，stop，OK，、okay, good。好的，那么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长处，就是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蜘蛛侠的标志，我们按一下，看有什么事情发生。Let's go。3, 2, 1，哇！大家有没有看到变成超人？这变起来了，蜘蛛侠变身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赛车机器人。放回去，再按一下。好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哦，还有个 L 跟 R， 其实它是一个装饰用的，我们不要太去在意它就好了。好的，要说到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我们的 Climb Modern。我们看一下爬山模式，开到这边之后，我们看到很吵啊，很吵。这样它已经会没有什么特别，是不是 ？Look it， 准备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哇，下去，下去，特别神奇，这就是我们的。登山模式，好，我们现在遥控一下它，往后，好，我现在在这里表现不太明显，我到墙上面试一下 ，Let's go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刚看到我们的蜘蛛侠战车在我们的墙上啊飞檐走壁的，是不是特别神奇？那么现在呢，它能否在我们的天花板上面也同样的灵活的飞行呢？我们一起看一下。真的可以吗？让我们见证一下。可以了，成功了！哇哈哈！来，各位朋友，刚刚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车完全掉下来了？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因为它电量不足了，所以这里有个温馨小提示，以后你们在玩之前一定要先充满电量，再让它飞檐走壁。好了，现在已经5分钟过去，我们充满电，我们看看它到底能不能顺利的挑战天花板这个任务呢？ Let's go， 声音不一样，哇哈，出发。好，先变身好了，变身。咻咻咻！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这个蜘蛛侠战车飞檐走壁的这个特殊功能之后，是不是觉得跟我一样厉害呢？咻咻咻！是的，那么现在我拿着这个蜘蛛侠战车去开什么玩笑？去逗逗他，欺负他 ，Let's go！
来吧，终于把你逼上绝路了，看我不抓住你！什么情况？